那我看看这里哦， 这里求FIE 怎么算？ 换句话说把FS算起来， 微分数到一代。 但是老师想请问一下， 这里直接微， 好微吗？ 不好微。 所以说这里用公式微不好算， 那怎么办？ 麻烦你用公式不好算是用什么？ 用定义来算。 我们叫FIA， 根据定义的写法， 它可以写limit a 可以趋近 a， 分母式级 a 减 a， 分子 a 把它写成 fs 减掉 fra， 有没有？所以说这里求几？求 fi 嘛。所以说麻烦你一样 ，fi 怎么算？就 limit a 开始趋近 1， 分母式级 a 减 1， 分子 a 把 fs 减掉 fra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 可以哈，只有写到这边，麻烦你把它带进来，分母式级 a 减 1， 这样行不行？分子地方式级把 fs 带进来，所以分子地方式级 a 减 4 乘上 a 减 5， 分子 a x 有没有？所以分子部分是 a x， 还有 a 减 1。 还有 a 减2， 还有 a 减3， 这样行不行？行哈，再减掉 fra1， 什么叫 fra1？ a 开始用几代？一代，一减一，零，零乘它乘它乘它除它，算出来一定是几？零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所以写到这边之后，麻烦你把整个化简，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，这个减零其实可以不要理它，对不对？ 所以说这时候把这前半部化简，前半部化简是至少现在是一个什么繁分数，除以 a 减1， 这除号可以改成乘号，把底下倒过来行不行？所以倒过来之后，你看一下，把底下翻过来之后，分子不动，分子还是 x a 减1 a 减2 a 减3， 这样行不行？底下倒过来之后变成几 a 减4 a 减5。 这时候多除一个多少 ？a 减1， 这时候你观察一下 ，a 减1 a 减1， 可不可以约掉？可以，约掉之后把 x 用几代？一代，1，1减2负1，1减3负2，1乘负1乘负2，2，这边1减4负3，1减5负4，负3乘负4，12，算出来答案是几？1/6。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好，这是标准做法。其实老师在强调，这里有速解。以后像这种题目哈，这联考当中经常考 fi 怎么算？其实哦，你也可以不用慢慢带的。怎么说？就问你 fi 之后，麻烦你就把 fs 当中 a 减一把它约掉，好不好？把 fs 当中 a 减一约掉。问你 fi 你就约掉 a 减一；问你 fi 2你就约掉 a 减2， 知道吗？ 把 a 减约掉，说剩下东西 x 用几代？一代带进去。你看一下， 1 x 用一代， 1减2负1， 1减3负2， 1乘负1乘负2，2 x 用一代， 1减4负3， 1减5负4， 负3乘负4， 12， 算出来是几？1/6，行不行？老师为什么可以直接把 a k 减约掉？因为什么叫 a y 1？ 它等 a 减1分是 fs 减掉 fra1， 因为这 fra1 反正都是0嘛，所以说我只要把 fs 当中 a 可以减1约掉，数学好了，剩下带进去是答案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